台北市是六都治安满意度最高的首善之区，竟然发生枪击案件，我想这是公然挑战公权力，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也要求警察局必须要彻查，同时最短的时间内要破案，给市民朋友一个交代。同时我也要求台北市警察局必须针对侦办的进度以及加强枪支防治的作为，并同向我报告。